郭台铭没说要选，但是参选动作爆炸多。比如说他访美，他出书哦，他在访美之前又抛出了主流民意大联盟。郭台铭说我要出书，书名是《郭爸爸写给年轻人的30则备忘录》，这本小书献给年轻朋友。还前往美国的飞机上啊，还在修改这个文稿。他说修改回传之后就可以印成书籍了。好，那么同时他还呼吁，就是他要推进主流民意大联盟的整合工作，用具体行动回应基层民众的心声。好，那他动作很多，包括呢出席这个全国商圈嘉年华，在台下有很多民众喊说我们自己出来选总统。那郭台铭回答好，那这个后来他被问到这个，他就不回了啦。好，可是还有高喊这个选人不选党，主持人这样喊，那郭台铭也等于也跟着喊，他说会让会赚钱人出来服务。好，所以刚刚其实亮哥也好，或是浅秋有点到，那我请教汉庭，就是说那郭台铭他到底要干嘛？他个人又不会赢，不过目前看来啊，他就是继续先玩暧昧嘛，他等民调嘛，那不管民调起不起来，他可以左右逢源跟侯跟柯都可以抢合作，可以来谈。那甚至某种程度来讲，他是不是也可以争所谓的非绿共主？他就是要增加手上的筹码，最终来进行一场勒索嘛，否则不可能。勒索？你用勒索？就是勒索啊！那当然了，否则最后呢，因为他自己参选独立参选不可能赢。最后如果只要还是谈，那么前面所做的事情必定是在为谈判做准备。那只不过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，所以让大家比较紧张的是在这里了。但关键还是我前面所说的，就侯友宜跟国民党团队还是自己要多努力，多推出侯友宜的东西。看郭台铭在写书，然后赖清德呢，现在竟然在推动画片。赖清德在推动画片，拍讲他跟小狗之间的故事，对吧？那柯文哲呢，就是他自己有一系列的这种柯批讲堂，然后呢，最近在批前瞻，就收视率非常好，然后也成为蓝绿，也成为绿白的攻防焦点之一。那相对之下呢，侯友宜这一阵子的出现就比较少，所以议题性就比较少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他去日本接受采访，但媒体好像比较少问他日本的事情，媒体都问他谢典玲的事情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通常如果我们看是柯P受访的话，那基本上问什么？柯文哲，你这几天骂民进党的事情，你在讲什么？可不可以再讲清楚？或者呢，民进党骂你的事情，你可不可以再回应一下？所以现在就是绿营啊，边缘化侯友宜了。绿的就打白不打侯啊，而且侯友宜又不主动加入这个战场，所以现在问题是绿白对抗的时候，那蓝的要主动加入战场，否则媒体根本不鸟你啊，否则媒体关注什么？就是蓝营哦，有一些事情啊，蓝营内斗，所以问侯友宜一定是问你蓝营内斗的问题嘛，否则问你蓝白内斗的问题嘛，也不会问你绿的问题怎么样，因为你自己没有加入到绿的话题里面来，这是比较可惜。所以像现在，即便呢是柯文哲主动拿了前瞻的议题来讲台北市。侯友宜身为新北市长，当然也可以说话，为啥不能说话？新北市过去有没有遭受到中央不公平的打压？有啊，疫情的时间，新北市有没有遭到民进党的打压？多着呢，多着嘞，对吧？我们都在电视台帮他辩护啊。然后我就记得，比如说民进党的林静怡吧，对吧？助理在答辩那个林静怡，他就直接造谣说。你看这个注解加的非常的精准，没有说，而且没有说谎。助理在答辩的林静怡，那他就直接造谣说新北市某年某月没有打疫苗，结果新北市说当天确实是有打疫苗。所以这一些过去新北市遭到民进党不公对待的事情，侯友宜自己肯定是如数家珍。那么在面对相关议题的时候，你要自己加入到这个战场里面。所以即便现在讨论的是啊，柯文哲在骂中央啊，前瞻分到的比较少啊，或者呢讲说哎呀这个北流的事情中央不给钱，侯友宜当然也可以出来，你不是去讲台北市，因为不了解嘛，说我不是很了解台北市的状况，但是我们新北市自从民进党执政以来一样干嘛，遭受到重重的不公待遇，遭受到重重的打压，所以明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，你自然就加入到这个话题了，那民进党肯定就要反驳你，民进党反驳你，那媒体就要再问，请问侯友宜上你怎么再反驳回去，有来有往，媒体声量就增加了嘛，讨论度就增加了，话题版面就增加了，大家就知道哦，原来会打民进党了，还有侯友宜市长，而且你打民进党的立基点跟出发点，你是在帮新北市民说话，也不脱身为新北市长的一个角色，所以如何从这些关键的议题角度切点，才是侯市长跟团队未来要加油的地方。啊，不过讲到这个，我也想到，其实就在一个多礼拜前，游泳老师就跟我讲，他说其实民党执政这七年来有大大小小的弱点，其实很多，但是他真的都没有看到国民党，比如说很系统性的整理出来的一些打，完全有打击到打到点的。我立委有啦，
对，可是像刚刚立委很多了，立委很多，但是问题是刚刚你看汉庭讲啊，讲侯友宜的部分是真的啊，明明其实有很多你可以系统性的整理出来打吧，但通常没有啊。然后现在大家问他都滚党内的家务事，我很少看到侯友宜打细节啦，他都是讲一些概念啦，那概念就概念不够，对，就空了，你就不会变成新闻，因为记者要的是血肉嘛，对，媒体要的是概念上不了标的，本来就是啊，没办法下，媒体就是要血流成河的标题啊，那这个柯文哲是全台湾第一名啊，这是现实嘛，我跟你讲啊，一二名在吵架，第三名不讲话，你就是被忽略了，真的就是这样啊，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参与咖。可是他没有这个习惯啊，事实上刚刚浅秋讲的蛮对的，嗯，就是以前新北市跟中央是在合作居多了，对，哦，那他的个性也不是爱吵架的人，哦，可是很不幸啊，毕国的总统大选，在野党如果不会吵架，真的很难选，嗯，就是这样嘛，啊，哦，尤其你现在的声量现在又开始低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柯文哲还不断的在进攻当中。那未来，我跟你讲，郭台铭，有郭台铭虎视眈眈啊，我跟你讲，郭台铭身边那一群人，我是认识的啦。我跟你保证，未来文宣很多亮点。嗯，因为他们现在是哪一群人啊？好多人哦，已经换过了，不知道第几轮了。反正都是一些高手了，哎呦，都是一些高手，一定会下金句、下标题、写剧本的人呐，啊，那你一定要有这一类的东西啦，不然你到底要？我们简单讲就是。他就锁定一个焦点，就是战争嘛。嗯，我觉得郭台铭不跟你废话，讲一些有的没的啦，他也不会去炒 BNT 的啦。嗯，就直接锁定战争，啊，那两岸的议题就是他要管，就是这样啊。啊，那如果这个问题没解，那台湾经济也没救嘛。他一定是这样去论述他的主逻辑啦。那侯友宜的主逻辑是什么？你可以带来和平吗？那你要跟大陆谈什么？你会讲到那个程度吗？他这样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打民进党的烂事不及柯文哲，嗯，那讲两岸的具体程度不及郭台铭，就会变成这样。那这两个刚好都是竞选总统最重要的议题啊。事实上，这两个就是赖清德的两个软肋嘛。不然赖清德为什么民调上不去？就是民进党烂事太多了嘛，执政烂事一堆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战争的，大家会忧虑嘛。那这两个议题现在谁打得最响？现在给人家感觉就是郭台铭跟柯文哲各打一种议题很响，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哦，所以除非你从抓弊案，因为你有执政地方执政的优势，然后你抓弊案抓得比柯文哲更具体，而且是血流成河的具体啊，那就翻身了啦，就是这样嘛。哦，比如说那个陈凯琳是你抓到的，对，举例了，啊。陈忠彦现在没事，你妈抓到了，就是国民党应该要去回想一下当年正义兄弟是怎么去买情报的了。我真的是这样啊，我讲白了，你以为邱毅的情报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人家花了多少功夫去收集啊，有的还去窝里反呢，去找，甚至用钱买都有啊。那国民党立委那么多，为什么没有第二个邱毅？县市长那么多，怎么会挖不到弊案？就是这种问题嘛。而金溥聪当年打宇昌，那也准备了很久，哎，后来宇昌案打了将近两个月，对不对？那个因为那时候国民党还执政嘛，所以他有资料啊。我觉得如果侯友宜身边没有打弊小组啊，你就不会比柯文哲出色了，嗯，你知道吧？那两岸如果你还这样有点畏缩畏尾，对九二共识一中各表，不愿意讲得太白，那你也不会有郭台铭的清楚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两个人在旁边压着你嘛，啊，那是所以我事实上我讲过啊，我说总统大选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啦，第一个是候选人，第二个是政见嘛，那第三个是政党。侯友宜现在的盘就是政党盘啊，你候选人的得分根本就没有出来，候选人的得分是柯文哲得分嘛。那郭台铭现在叫政见得分嘛，因为他要打两岸牌。亮哥，你觉得郭董会选到底吗？不，我觉得他就是游走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他知道他单独也不会选，所以他未必会选到底。我跟你讲，他玩一个策略了，就说要么就我出来，大家一起死啊；要么就大家都来跟我谈啊。
他就是这样在玩这一盘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跟他谈，他目前他也不会想当副的吧？不，他要当正。对啊。可是，所以我就说，谁会答应他嘛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不要把这个话讲死了、嗯。现在两边都说不可能答应了，都把要当正的啊。对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这个上人家的志气了。侯友宜跟柯文哲就再冲两个月吧。嗯、可是两个月之后，你就会看到，不就是大家一起死嘛？郭台铭真的是走绝了、啊，打出绝章啊！就是要么大家一起死，要么大家都来谈。那我要当正的，那也许你可以逼他说，那你只当一届。那这也是一种谈判啊，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这样玩嘛，你怎么办？就是这个局大家要看到，那不是现在可以谈，因为侯需要冲刺，柯也不认输嘛，哦，那就再冲嘛，冲到九月底再说嘛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